的广告现场，今天邀请到这一组呢，是目前国防部寄望最高的一组秘密武器，可以是号称无敌铁金刚，因为他们组合在一起的力量可以说是威力无比呀、啊。但是也可以单独的作战，合并起来又可以是横扫千军呐、啊。他们的威力呢，遍布了港台、东南亚，甚至于深入敌后啊，可以说是威力无比呀、啊。所以今天我们首次把他们结合在一起，邀请到我们现场来，一起来欢迎小虎队。哎，有没有卫生纸啊？没想到现在有歌迷喜欢吃龙眼。三位小虎队，哎呦，这个我们帅哥您怎么头发剪成这个样子？吴奇隆一直都没改变，出道到现在都没改变，观众还这么喜欢，这不简单。陈志鹏啊，最近最忙的一组，每次都访问到他，两位都没来，听说两位排斥他。啊，在忙，我们在忙什么？那今天也一样，礼拜五录影，为什么他可以来呢？我们已经放寒假，已经放寒假了，那是误会了，以前都是一个人来，说小虎队怎么一个人来，说他们两个都不太爱来嘛。啊，两个念书啊，气氛没有念书的、啊。你在吴奇隆最近拍了一个广告，非常性感，穿的内裤，最后是看到裤子。他自然在电影里面有过这样的表现以后，就然后电影跟谁演呢？张艾嘉。不得了，张艾嘉听说拍完这部戏之后回去三天睡不着觉，想念着你的身材。而且下次不要难过。人家穿短裤就可以得奖，或又在那边受欢迎。下次两位来节目就穿丁字裤来了，让所有歌迷爱死你们。这个我们提到这个三位小虎队啊，这个快过年了，听说年终还到夏威夷去玩了，还是呢？没有，到日本。是你们三个人出钱的？没有啦，吴奇隆这个今年海外展货比较多，所以吴奇隆呢出机票钱，他是出饭店。啊、那我是请大家吃饭吗？那请大家吃饭，那三个分工合作，就知道谁唱片卖的好坏。报喜啊，给礼报，给啥报了？太高了，来不及，开玩笑。哎，今天来我们现场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广告现场，广告现场，我们请所有的演员出列。叫什么名字？赖燕玲啊，什么学校？工东高工啊。怎么有这种学校呢？应该是东宫嘛，怎么宫东呢？广东怎么叫宫？宫东。叫什么名字？周习宗。周习宗啊，叫念什么学校？一样。宫东高工。叫什么名字？刘玉华、啊，什么学校？宫东高工。宫东高工。我是礼物啊，叫什么名字？庄千莹啊，工东的啊，中南高中。中南高中。叫什么名字？王炳义。王炳义啊，什么学校？工东高中。下回学校伙食不错。好，各就各位，那我们先开始拍啦。一开始呢，我们是吴奇隆。老板谁演？你叫金老板，哎，很神气，就操毁的地方。啊，家里来，你在后面跟着来哈。一进到办公室，把皮鞋就咔脱掉，脱鞋，然后就脱鞋给你穿了就进来，坐在这边。好，第一个，老板，东宫宫。咔咔咔咔，这样像流氓啊！老板啊，老板，我演给你看，来，老板啊，就臭回头一张，还是像流氓。小吴，鞋子呢？老板，拖鞋，穿上去。啊，这样，那这么臭屁哈。这臭屁演戏吗？好，要臭屁哈，会不会来一杯？打板，喂，好，来一杯，打板，一杯，东宫，一杯，开了，哦，几种臭味啊！
东宫宫。抽筋了、我要烟。颠倒颠倒，一毛四十二个啊！哎，老板，老板，新年到了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谢谢哥里，感谢去年这样照顾我们，新的一年请多多关注。哎，请笑纳，请笑纳。喂，啊！送这样的礼物就敢拿过来啊？哎呦，但我们老板是关你什么事啊？送你一个嘛，你也是，你也拿礼物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。老板不错，老板。我们的礼物喜欢吗？拿回去。礼物太小了，太小了。看到了吧？送太小了啦。那个更大的礼物，老板不要急，我们有一个更大的，你等着看。还在后头哎，好吧？好，掌声鼓励。好。好，更好的礼物在后面呢。这时候三个人在旁边一拍一拍手，礼物就进来了。哎，坐好坐好，开了。来，礼物来了，我的礼物来了，我是礼物。不要剪啊，不要剪啊。啊！啊啊！老板不错吧？没你讲话，没你讲话，满意吗？有品质保证，还有售后服务哦。哦，不错哦。讲话，老板讲话。每天都在干，主要在干嘛？老板，你可以拆礼物了。老板，走。我们先到了。来，快点，再来一遍。来，这是你。哦，哎呦，今天站的不错啊。嗯，哎呀，你们三个还站在这边干什么？老板，你慢慢拆礼物，你就走了。好，走着，知道吗？哎，老板，看他很惊讶。你们好了，不联系我了。在中间说，哎，被开门说我是礼物。哎呦，然后你就过去，你就讲话了。我说，我来一杯。我是礼物。就亚布冲上，阿呜，老板，喂，天哪，我是礼物，这礼物不错哦，阿呜，你上来坐这边，去旁边，老板，请慢慢拆礼物，拆礼物好了啊，坐，可以坐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坐。抱起来，我牵牵小手，抱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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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有经验了，我点了红豆酱给，来呗，开吧。死鬼呀！我就知道他要舞蹈箱。对呀，打他！对呀，就是他！打他！就是他！好，看，掌声鼓励鼓励。这些都散了，最后呢，老板寄生了。被打肿的老板，你走路还会跳。老板自用两相宜啊，让你没有后顾之忧。让你没有后顾之忧。来，陶哥，给力啊！
难呢。看看看，我做一个镜头给你来，做一个镜头哈。这是你要预备 camera， 你要啊，金曲一件送礼自用两相宜，让你没有后顾之忧。用了不用付钱。难呢，啊，啊，看起来很苦的样子。来，预备，预备，打板，预备。送你自用两箱，送什么 ？CD 三千，预备 ，Camera。金曲礼券送你自用两箱银，让你没有后顾之忧哦。No. 掌声鼓励。好，谢谢我们小虎队，谢谢瓜哥，也希望你们感情越来越好。也希望你们呢，在今年新的一年当中呢，事业更加的顺畅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苏有朋、吴奇隆、陈志鹏，谢谢。